宠物澡堂。对，我们要去澡堂洗澡。是谁要洗？宠物澡堂当然是宠物啊。我也是宠物啊。我也是宠物啊。我有陕西，好可怕！我想要你。哎，你怎么这么容易就挣脱了？我好怕陕西呀！吴尊的经典表演。洗澡。子晴，你可能不晓得，我也是业余的宠物沟通师啊。那你可以跟他沟通。当然可以啊！你看他现在在讲话的，他在好啊。他说你跟你老公平常太大声。哪有？讲话太大声。幸亏我有受过专业的洗发训练，请问这样温度可以吗？哦，他说非常好，舒服。哎，可以，来，很舒服，很舒服。对呀、啊，嗯。OK， 很快